袁咏仪9月4日48岁生日，日前出席活动透露收到一份生日惊喜，表示张智霖从日本订购了礼物给我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包包，拆开后看见是一包鱼造型的艺术品，觉得很可爱，很漂亮，很开心。他认为买包包和买艺术品都可以收藏当作投资之用。至于儿子魔童则主动陪妈妈一起睡觉，早上上学前祝妈妈生日快乐，还将月饼当成蛋糕切饼祝寿，令袁咏仪心甜不已。